的部分，它的量是非常大的。你看光，假设我们将来 B2C 的部分推的成功的话，光 7-11 那就不得了。7-11 开的这个发票哦，实在是量非常多。我们为了即使实体的统一发票，为了这个7-11哦，我们放宽了很多。当初我们那时候的时候，实体电子发票7-11要开哦，还要租这个什么货柜，租货柜来放这个电子，放那个发票。这个也是一个成本，也是很大的。后来说啊，好，可以简化，但是真正的简化还是电子发票才能够真正的简化这个它的发票的开立，还有发票的储存这些东西。所以，财税中心成立以来，这一个计划应该是最有挑战性的，因为大家也知道，60年来大家使用的。发票一下子，我们要在几年内去把大家的习惯改变。事实上，我们要自己要去接受一个使用行为的改变，事实上也是一个蛮大的门槛。尤其要在使用60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不管是个人，还有企业，还有整个大环境，来推这个电子发票，事实上那个挑战性会很高。那除了一些使用行为的改变，还有一些相关利害关系者。他一定会有哪些人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而受益，哪些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有一些权益受影响的部分，这一定会有。所以我们在推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也要求同仁要去做所谓的一个利害关系的分析，很重要。这个不分析好，在推的过程中，我们预期要来接受各方的挑战。目前来讲，三大的一个主题都会有相关。第一个是节能减碳的一个相关的主题。那我们都知道，电子发票呢，未来对这个环境来讲的话呢，它可以节省砍8万棵的树，那么也可以达到这个节能减碳的一个效果。那我想各位呢，对这一块都知道。另外一个部分是云端运算的部分，那未来的电子发票的一个相关的资料量是蛮大的，那这个部分的话，每年将近80亿张的资料呢，会比我们目前在税务上面所积累出的资料量还大。那这个部分呢，未来相关的资料都会运到云端，那么达成了第三项的一个目标，就是智慧的一个生活。所以我大部分在思考一个策略的时候，我都用一个当兵的术语来谈，就是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们的战术是什么，我们的战场在战斗在战场在哪里，我们的战斗是什么。所以战略就是你要开始做布局，这个是一个比较大方向的目标。好，所以正如我刚才讲的，我们在过去的战场里面，我们的敌人非常的多，我们开辟的战场是一个小型的战场。这个小型的战场没有撼动，没有办法发动一个世界战争。我把要做 B2C 这件事情，要做 B2B 这件事情，要把电子发票，因为各位知道，全岛要做这件事情，就要发动一个全岛的战争。可是只有1%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不够，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开辟战场，我们要把战场打开，让所有人都知道发生战争了，让所有人都知道电子发票这件事情即将落实。我在一个南投的地方行政营中心当过主任，1994年6-7月，我们中心有个主管，几个主管来找我，说大主任，这个再过2个月，这个中心49周年庆，那么我们是不是来办个扩大庆祝活动？我说不要了，台湾人红酒不过寿。是不是等50周年之后再来办？我的意思是不要办，听我讲完，他几年不走。我说到底还有什么事情呢？我大主任，如果不办的话呢，有一个活动每年都要办。我说什么活动？就旁边釜山的人登山健行，说好了就办了，答应了还不走。
我说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一起讲了吗？他说大学往年办登山健行，每一个同仁都送一件破罗衫。哦，我那了解，重点是衣服，不是登山健行。